你说是来像这样反胃吗？这个是什么？你怀孕了？这孩子不是康浩哥的。我是个有家庭的男人，为了以后能继续交往，有几个原则必须遵守。对大叔来说，我是什么？可以耍着玩的孩子吗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崔英光的妈妈，我死都不想看到你跟我们英光交往的样子，我绝对不会同意。奎灿先生现在是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人，这就是法律跟现实的差异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啊？左青龙右白虎吗？你那了不起的老婆和我两个人，你会选哪一个？白康美在干嘛？白康美，未来戏剧台最佳恋人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。